好，我是薇薇。明后两天还有下个礼拜六月十五、十六、十七的星座运势到底如何？赶快来提醒你，有三个星座运势非常旺盛，在这边要恭喜你了。首先要恭喜金牛座的朋友事事亨通，而且家庭和谐哦。狮子座朋友也不赖，心满意足，做任何事情都能够达到自己理想的目标。而水瓶座朋友更是好运当头，还有贵人给你不错的建议哦。不过三星座运势弱一点，在这边要留心了。天蝎座朋友很容易和亲近的家人为小事而争吵，射手座朋友要特别注意有破财的倾向，而双鱼座的朋友在朋友投资上面很容易出大状况，这方面也要多加注意哦。对方朋友星座幸运数字和颜色在这边提醒你，火象朋友是咖啡色系，最佳数是6，土象朋友是粉红色系，最佳数是8，风象星座朋友是绿色系，最佳数是9，而水象星座朋友是黑色系，最佳幸运数字是7哦。